第二个是铜管乐器，最后才是我们的打击乐器。木管乐器呢，其实非常可以清楚看到，就是前面做了几个，几乎都是木管乐器，但是长笛、竖笛或者是说萨克斯风，这些都是木管乐器。然后再来铜管乐器，就是我在上半场说的，按键很少，要么没有按键，像是长号、靠伸缩的滑管来控制音高，或者是说其他的乐器，像是小号、女高音，按键就只有大概三四颗而已。对，控制音高都是由嘴唇来控制。最后呢，就是打击乐器。打击乐器呢，其实可以分为敲击乐器以及键盘一类的乐器。键盘乐器就像是键盘、马林巴，它可以敲出很多种不同的音高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都可以敲出来。然后再来是敲击乐器。敲击乐器呢，就是他们现在摆放的这些，只有特定音高，敲击的时候只能发出特定音高的声音。那中间过程问一下，这边有人学过管乐的吗？没有。我看到有人想举手，然后有人想举手，在最旁边那个。管乐器应该说学乐其实可以说是件非常有趣且好玩的事情。你可以从零基础，像我们这位下一任的社长。他从一年级的时候就是零基础，然后想学萨克斯风，学不成，后来跑去吹长号这样子。对啊，看来好，我废话老了够久，应该快来了。好，现在先提醒大家一下，等下奏曲呢，千万旁边在睡觉，先把叫醒，不然我打怕会从睡梦里惊醒啊。对，真的是有点大声。真的，如果呢你觉得他。